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Bob Channel， 我是 Kevin， 今天要来介绍的是这一把 Grassroot Jeep Mirage。Grassroot 是知名大厂 ESP 旗下专门出平价琴的品牌，如果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朋友应该对它不陌生。像我的第一把 Metal 琴就是 Grassroot GC60V， 日本乐团盘尼西林吉他手千盛的 Model 琴，我一直到现在还蛮后悔在读五专的时候把它卖掉了。 Grassroot 在今年做了一个大改版，出了许多又帅又不贵的琴款，就像我手上现在这一把 G Mirage， 是不是有帅？Alder 的 body 配上很好看的 Gold Maple Top， 24格的 Maple 纸板，银内呢虽然是很简单的圆点造型，但因为是摆在我们的侧边，所以不会有中置圆点的那种俗气感。可以单双切换的 Original Pickup， 还有配置锁定式的调音旋钮哦。在制作这支影片的期间，整体的弹奏体验都还蛮好的。Fret 边缘不会有那种低阶琴的刮手感， Bridge 的金属配件也没有那种涩涩卡卡的感觉。在声音的表现上面， Original 的 Pickup 就是中规中矩的，虽然没有什么太突出的表现，但其实也很够用哦。片头影片里所有电吉他的声音都是用这一把录的，我自己其实还蛮想偷偷把这把 A 下来的，因为还蛮帅的，声音又还不错，应该不会被发现吧。如果你是新手，或是想找一把很好看、声音凶猛又不贵琴，那这把 Grassroot G Mirage 会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哦。那想要购买或是试琴的话，可以跟我们代理商海国乐器做询问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的话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这里是 Bob Channel， 我是 Kevin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